你看到的这一个人在做什么？他昨天在这个冰上晃了一晚，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全部都结冰了。他这个渔网是从远远的那边，有没有看到？他底下拉了一条定制网，也就是流刺网。他现在要把这个冰打通，然后再要把那边的渔网拉起来。现在外面是寒风刺骨啊，好冷好冷哦。他们这样工作也很辛苦的，你看整块的冰结起来了，这是第一个步骤。等一下再拍下一个步骤给你们看。你看，这是跟我们一起来的团员，整个脸都包这样，你已经认不得了，哦，对。嗯。